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中环街头。今天呢又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通关情况吧。香港已经全面开放了国外和内地的过关香港零加零免隔离了。以前是各个地方过关香港免隔离三加零的，在香港待三天可以自由出街的。现在呢各个地方过关香港不用隔离，不用核酸检测了，直接出街啊。香港回内地回澳门除了48小时核酸检测纸质报告外呢，在口岸呢不用核酸检测了啊，可以省3个多小时呢。之前过关的时候在口岸还要排队核酸检测的。香港过关深圳湾口岸呢除了摇号分配外呢，每天名额呢有2500个，还可以坐港珠澳大桥巴士过珠海的啊，需要抢票的。不过呢大家可以一边摇号一边抢票的啊，机会会大一点。香港过内地还是需要隔离5+3的啊，需要时间金钱，很多人希望全面通关以后再过香港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